希望各位俊男美女能够尽情的享受，也祝各位能够找到心仪的旅伴。这位美丽的小姐，我能请你跳支舞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会跳舞。我教你。陪我跳支舞吧，走吧。没事没事，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没事。再来。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啊？因为这个更适合你啊。你刚才那招够狠的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怎么你也想试试啊？